早上好，今天是星期天，然后我今天难得的早起了一下，因为昨天睡得很早，然后现在又给自己准备了满满一碗的酸奶和水果，然后还给自己泡了一杯香香的 milk oolong， 然后打算美美的吃一下早餐，然后今天打算给自己单独的去那个 solo date， 因为今天天气也难得很好，所以打算去一个公园转一转，然后那边那个小区听说也非常的漂亮，所以应该就是去那边走一走，晒晒太阳，然后拍拍照。我打算带着书过去，然后也可以坐在草坪上读一读书，然后自己稍微的野餐一下。这个酸奶还是我新买的，他说是 white chocolate flavor， 讲的就是很绵密很顺滑的奶香，然后加了一点点巧克力的甜味。那我就吃早饭了，我们一会儿出门见。OOTD坐在这里先休息一下，然后吃一下我的午饭。刚刚在 Tesco 买了 meal deal， 买了一个三明治，然后还有一袋薯片当做 meal deal。现在先把三明治吃掉，然后一会儿再准备去旁边找一个更大的公园，然后听说那里观景也非常好看。You go now. I'm trusting with them.